6月12日0时至24时，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50例，朝阳区26例，西城区8例，通州区6例，东城区5例，门头沟区2例，丰台区、房山区、怀柔区各1例，普通型1例，轻型27例，无症状感染者22例，隔离观察人员49例，社会面筛查人员1例，另有1例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已通报。6月13日0时至15时，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45例，朝阳区19例，东城区7例，西城区5例，海淀区、昌平区各3例，丰台区、大兴区、门头沟区各2例，通州区、经开区各1例，普通型1例，轻型30例，无症状感染者14例，隔离观察人员44例，社会面筛查人员1例，均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。